大家好，我是青岛海棠龙的石炳胜。目前呢，咱们很多农户对于咱们黄瓜夏天充斥生根剂具有很强的一个误解，觉得夏天温度足够高，咱们就不需要充斥生根剂。但咱们黄瓜呢，它那个根系的最适生长温度在25到35摄氏度，它最低的一个生长温度在12摄氏度，低于或高于咱们的最适生长温度，黄瓜的根系都不利于它生长。因此，为了我们黄瓜根系的一个健康生长，我们在夏天浇水的时候也需要充斥生根剂，而且我们的生根剂中含有微生物菌剂，同时可以改良土壤，